阿星不回答我话，你说啥了？阿星网络还是什么之类的？哎，他们说他们叫你 wink 一下。哎呀，叫我 wink 这些人是不是故意的？我操，我确实不会 wink。我记得你在番外篇好像说什么你不会 wink 是吧？对啊，然后就是这你样子看我 wink。微博置顶那个嘛，就是别人发给我的，我的 wink。那个其实不是 wink，还挺好的嘛，挺好的。如果我就是，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还要做那个隐藏任务。如果隐藏任务输了，那我就 wink 好吧。那能叫做惩罚吗？Win 你的 Win 可能叫惩罚吗？哎，我觉得叫惩罚，不叫惩罚。不能吧？能，怎么不能？啥呀？现在大家能听得清楚我说话吧？对吧？我能的。你们可以。大家有人问我们还记不记得一年之约？记得啊，我们当不然但记得记得一啊，年之约，但是就是怕，到时候不知道毕竟，顺有没有在对，国内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肯定就是会记一次。放心吧，大家记得的。对，关系我可们有在好商量，了。我记忆力可好，而且我们有在商量去哪，有在想一年之后是去新疆呢，还是西藏呢，还是这的那的。或者回云南也可以。我看得到你们有那个，有人在问能不能看到，看得到。杨洋，他们说杨洋微博置顶那个 wink，他们很喜欢。然后谢谢，你要么现在就给大家 wink 一下吧。真的吗？要不这样整我，我来，等一下，看得到我吗？看得到，来给你。哎，那个能帮杨洋切个单独的屏幕吗？他需要来进行一个 wink。来了，三三。二一。哇哇，好甜呐，好甜呐！好捧场啊，那是真的 好甜。尴尬，好尴尬。等一下，你就可以王佳看到欣，很多人。你要不要也来 wink 一下？大家想不想看王佳欣 wink？我就算了吧，我的 wink，我怕把别人把观众吓跑。来，王佳欣，就我一个人喊，快点来，给他切个单人画面，三二一。我不会 wink 啊，这不怎么会，我也不会。阿星说：“杨洋的粉给你了多少钱？没给我钱，我是在满足大家的心愿，知道吧？是不是5毛一条？记得打钱啊，5毛一条，各位不要走。”